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兔娘的频道，我是兔兔。狼恭喜！最近天气超级热，现在已经是六月底。重点是，我觉得现在夏天除了热之外，会突然下那种大暴雨，气候也不是很稳定。整个大暴雨，这就是最近的天气是如此。又到了宫崎开始需要放电的时期，然后其实我们一直想说要带他去哪里玩，但其实以他的年纪来说，有点太舟车劳顿了，因为他很容易累。啊对啊，然后我们就一直想说要给他进行什么样的活动才好呢？所以我们决定在家自己打造泳池跟猫猫咖啡厅。这个企划真的是很瞎很可爱，本来想让大家去游泳，他又有点小的有点尴尬，以及我们没有及早去给他报名，所以他现在要去泳池其实也很困难。然后我们就想说好，那去猫猫咖啡厅好，可是又怕说会不会那边也没有很合适，准备累死自己。我帮你准备温水泳池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弄温水游泳池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泳池，然后我要来充气了。这个东西小时候有用过，可是都是大人使用过，我们自己其实没有亲自为这种东西充气过。哎，好复杂哦。为了这个，我们还去买了这个东西。嘟嘟嘟嘟，在大家面前疯狂走动的，可能会有点好笑。那个小孩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。恭喜，你看起来很开心，万岁！你也很开心啊？你们怎么大家都很开心嘞？看来你已经有兴趣了，是吧？你们两个会不会太可爱？哇哦哇哦！看来恭喜的视角。这一只好像也要冲。这是什么？熊。小熊。每次开始充气，它就开始很有兴趣了。你很喜欢那个小熊哎。充气呀，你等我一下好不好？恭喜你，是不是很期待啊？你看，万岁还在他旁边，更可爱。你看起来是非常有兴趣哦，小宝贝。等等，要装水在里面。泳池已经弄好了，我要帮你灌水。我看你是挺开心哈。刚刚已经等不及了是吗？是不是蛮好玩的？他在玩水啊，他在玩水，玩水。夏日男孩，啊，你就这样一直抓水啊，是吗？你的玩水是这样玩是吗？其实蛮可爱的啦，来给你一个星星。他那个小脚脚一直踢耶，是不是很喜欢？我们还买了一个小道具，这是昨天买了一个39块的小玩具。哈哈，他呆呢，怎么那么好笑呢？但好像也没有觉得我很烦，他就是玩水。哎，我设备好了。嗨，他开始觉得有点烦了。哦，很帅哎，看我歪嘴笑什么意思？要生气了。好烦，超烦！我觉得这意外好适合他，他好喜欢哦。这是他也非常 enjoy 玩水的过程哎。你真的很赏脸哎，宝贝。还好那一台电动，这个手打或者是嘴巴吹会死掉。还好他没有等太久，我觉得他很喜欢那个过程，比较不会吵的要陪他，他就是很好奇这样。他玩的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要帮他准备奶了。补充一下体力，晚点在猫猫咖啡厅。宠物好像也蛮开心。你看万岁一直看你玩水。对啊，万岁，你是不是也想玩？不可能，你是其实不太喜欢这一种的，你只是想凑热闹而已，对不对？妈妈帮你泡奶奶了，去吧。我以后这个行程就要纳入每个周末，我太喜欢了。消耗它，换衣服和奶奶了。嗯，感觉你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室内泳池时光。对，来，走。捞起来的过程是非常土法炼钢的。Oh my god， 那个雷的声音也太大了吧！最近天气真的有够不稳定的。如果你很想看我们的影片，请不要吝啬按下订阅，小小的举动大大的帮助。订阅。结束了我们那个戏水的这个行程之后，就小仔去午睡了一下。那现在午睡完之后，你期待吗？猫猫咖啡厅哦。没错，因为我们。
们家有咖啡又有猫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帮我们自己弄一个舒适的座位，还要让猫一起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情境里面来。仔仔会有他的点心时间，对，我们也有我们的点心参与。光塞子就要塞很久。走，我给他拿了一个椅子，这是他吃下午茶。还笑，那我要不要顺便给他穿那个围兜兜？等一下就直接给他吃东西了。看到这个兜兜就代表东西可以吃了呢。先抓一只猫进来好了，快急。好，又有一只猫猫进到猫猫咖啡厅，我们到底在干嘛啦？你怎么？这只猫感觉就会跳出去哎。他觉得他被困住了。万岁，你出来好了。好，剩你们两个陪恭喜。哎，猫猫跑了。猫猫咖啡厅的猫猫已经跑了，剩一只。您的玉米在这里，请吃。好闹哦。玉米。猫猫咖啡厅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喂猫咪。我还要泡咖啡，我超忙。猫咪快过来啊，好热闹，快点啊，怎么了？好混乱，贝贝啊，哦，它咬到你手，好痛啊。猫猫咖啡厅的悲剧事故，我的手被咬了。直到有新的猫猫进来，我们才会有继续发放零食的服务。好了，我已经很尽量在当那个家长了。我觉得我们今天做得很棒，连猫都一起顾到了，对不对？啊啊，这个玉米好吃啊，吃一个看看，喜欢吗，小宝贝？哎，怎么那么可爱？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！这是什么吃播？真的好可爱哦！猫猫咖啡厅的真谛就是吃东西跟有猫。然后等一下我们再来聊八卦好了。啊，你怎么这么开心啊，大猫？已经没了，换人换人，出去，请出去了。好，有新的猫加入了，但我都拍不到它。新的猫，哦，可爱可爱，可爱可爱。咖啡厅，喵喵，来去领赏吧，喵喵，喵喵。哦，猫猫咖啡厅的真谛，觉得好棒哦，我觉得好有猫猫咖啡厅的感觉。哎，我觉得你说的对，我们家有猫有咖啡，我们不是也获得这样乐趣吗？真的是一样的。你还要不要吃？我也喂你，我也喂你。啊，好可爱哦！这一只吃一吃在舔毛。你看，你看他们两个，很夸张，很夸张。来吃玉米。啊，吃玉米，最后一条。呼呼，我觉得我今天好有猫缘哦。手上拿零食的人不能说这样。猫猫咖啡厅的咖啡我已经拿到了，我们来喝喝看，觉得怎么样？而且还给你上盖，因为猫猫咖啡厅会有猫毛啊。好专业的老板呢，当然是必须要的。哎，真的好喝，而且温度刚好，就是不会太烫，就是完全现在就可以直接喝掉的那一种。哎呦，我觉得你真的很专业，只是有点忙而已。对，我只是有点忙，流程不顺。对啊，你在啃他啃过的玉米。猫猫咖啡厅顺利圆满的完成了，小杨有什么心得想跟我们分享的吗？如果天气这么的捉摸不定的话，在家里这样搞一个有仪式感的东西，我觉得小朋友会觉得很有乐趣。像早上的那个泳池，你没看过那个东西，你看我在冲洗，你就觉得很好玩，对不对？有放电到，然后有累到，然后就休息一下，然后我就再起来猫猫咖啡厅一下，然后全家都很开心。啊，因为他现在是一个长牙不舒服，有时候会突然就尖叫的状态，那我觉得在家里也比较不用他吵到别人，对不对？那今天我们的室内家庭泳池跟猫猫咖啡厅就顺利圆满的完成了，也谢谢万岁你陪我，谢谢你们的参与。你给手啊，好可爱哦。好啦，那喜欢的话就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小猪拜拜，拜拜，恭喜说拜拜，万岁说拜拜。拜拜，那这拜拜就是这样子，对，就是离开，拜拜。